其实我们呢很希望，从里面这些学生里面呢，发展更多的后备人才进行输送。但是呢，现在很多家长呢，他不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和竞技这条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变化和以前的这种，和我们以前训练的这种状态，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。我们的现在心态，要比以前好多了。以前的话，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希望不断的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冠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现在的话，因为毕竟社会也在变化，人也在变化，思想也在变化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训练模式也在变化。如果你老搬着以前的模式训练的话，那是不行的。因为那时候妈妈带我去那个体操，来这个体操学院玩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好好玩，就体验了一下，就一下就上了两年多。我就想夺世界亚军。因为我感觉我练得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想拼命努力夺上亚军。冠军也行，第一我也不知道什么军，所以我就随便说了一下。因为他我感觉他自己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什么训练很苦啊，他觉得挺好的。他自己，我自己感觉心疼，但是我不会表现在脸上。我就是说，加油，就这样。最低的期望就是，就是强身健体嘛，也没什么。再加上学习成绩，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抓嘛，是吧？然后最高的期望肯定是越高越好嘛。